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非常有个性、非常酷的一个朋友。他会唱歌，会弹吉他，会骑摩托车。基本上很多的爱好都跟我一样，那也喜欢打电动。我们欢迎 Zen 盛男。嗨，怎么要我介绍吗？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从不靠脸吃饭的盛男。说了有点个性。你接下来忙吗？还好，不忙。因为我有一个线上的音乐会，我还真的欠一个主持人，如果有空的话来玩一下。可以让我绕场骑摩托吗？音乐会啊，不能。那我去干嘛？你帮我 Q 一下流程啊。最多我后面送你一台摩托车。成交。12月26号见了。好喽，再约。在我面前耍酷。我等。抖音。